中国解放军海空兵力挑衅台海中线，试图包围台湾的规模跟频率不断挑战新高。我国海军司令唐华接受《经济学人》专访时就指出，中国正在使用水莽战术对台湾施压，还说只要中国想要，随时可以封锁台湾。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，他开始在台湾周边常态性的部署四艘。可从今年二月以来，我们统计的结果，现在平均每天都会将近八艘，那这就代表是说，当有状况的时候，共军在台湾周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军舰，已经被电。中国这个扩张主义的本质是一直在那里的。我们对于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战术呢，或者是可能的作为，我们都密切加以关注，我们都会有妥适的因应的方式。唐华使用水莽一词，因为水莽习惯逐渐出力把猎物给勒死，如同解放军正加大力道包围台湾。出现在台湾周边的舰艇数量，从一月142艘到八月282艘，越过海峡中线的次数也从一月36次到八月暴增为193次，更透过各种联合战备警巡练兵，倘若封锁成功，将会冲击战时台湾的补给生命线。东北海域就比较少看到就共军的出没，因为那个地方呢就临近第一岛链的日本冲绳群岛的附近。中国胆敢用反舰飞弹来攻击这条航路的话呢，势必会跟日本跟美国引起争端。除了增加我国反舰飞弹数量反制，也跟地缘政治息息相关。东北有日本跟美国，南方有美国跟菲律宾，反舰飞弹射程都能彼此重叠，盟邦合作才能确保台海畅通，维护区域稳定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